秋月。布老爷！哇！布老爷！布老爷！下来！秋月。林哥。林哥，小心啊！下来！春发，春发，李星爷，李星爷，星爷，李星爷，孙世杰，孙世杰。叫佢多管闲事，而家嗰段本念经永远都念唔完。本师大人，本师大人。如果你肯合作嘅，件事可以扭转嘅。而家我哋两个咧就奉命上阳间就办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咧就关于伍秋月嘅，就系呢三十年嚟佢到底去咗边度咧？而另外一件就关于王鼎，究竟佢想带伍秋月嚟去边度咧？王鼎同秋月根本毫不相干，点解会将佢哋扯埋一齐咧？如果佢两个毫无关系啊，就唔会一齐入丰都城啦。我相信只不过系巧合而已。巧合？嗱，如果俾我哋两个揾到佢哋有相连之处啊，咁啊点先？我系秋雨之父，既然佢犯咗不赦之罪，我当然亦都难辞其咎。唉，讲
啊，梗係易啦。關於呢件事就辛苦曬兩位啦，多多保重。我哋兩個久疏於陽世，人海茫茫，要揾佢兩個藏身之處，的確係唔容易。我諗點都需要一啲線索。生死簿上可以查得出，我都知道生死簿上可以查得出，但你俾人做咗手腳，如果唔係，都唔使我哋兩個上去啦。因為你有三隻眼，比較眼明手快。本師大人，唔好再兜圈啦！只要你肯指點一下我哋，一定快過啲咩三隻眼、六隻眼啦。真係對唔住，我唔知道。既然大人你唔肯合作嘅，如果佢兩個俾我哋捉到，睇怕佢兩個都要上刀山落油鍋咯。既然佢哋係犯罪之人，當然要受報應之苦啦。大人你都明白，如果你俾我哋好處，我哋就可以隻眼開隻眼閉，可以當捉唔到人，攞唔到證據，而大人嘅案件就可以不了了之。唔知你哋要啲咩好處？好簡單啫，即係咁，我哋兩個咧就喺後人喺陽間，嗱大人咧風水大師啊，只要你指點個龍穴俾我哋兩個，等我哋叫啲後人將我哋嘅墳墓移過去，好等我哋嘅子子孫孫都能夠榮華富貴。係咁簡單啫。兩位要知道，呢啲賄賂嘅事係要受上刀山落油鍋之苦嘅。唉，今次都係白嚟啦。安貧便是榮華，落刀便是富貴。天下之亂，亂在龍穴；龍戰在野，其血冤枉。算了算了，既然判司大人你不肯買啲人情，我哋都無謂多講，慢慢睇下啦。再講都唔知講乜啦。春花，慢慢啦。大少奶，系小厨子。大少奶，春花而家点啊？大夫话伤一只骨，恐怕以后都企唔翻起身，以后都要瞓喺张床度啦。二少奶，二少奶，春花唔能够一世都系咁噶，你救下佢啦。你放心。我会想办法救佢，我一定会救佢嘅。二少奶，二少奶，二少奶啊！喺镇江嘅时候，我背脊受过伤，你都用衙门嘅封条帮我一贴就好啦。咁你而家系咪都要封条啊？你要嘅话，我衙门攞几多都有噶。小柱子，我同你讲过噶啦，我而家嘅情形同以前唔同噶啦。以前我身上有鬼气，可以封血疗伤，但系而家我已经冇咗呢种能力噶。乜做人唔系善有善报嘅咩？春花点会搞成咁噶？二少奶，揾你阿爹，你阿爹一定有办法嘅。老实讲啊，我而家亦都冇我阿爹嘅消息。我谂阿爹佢可能知道我到咗高邮，大家都会对我好好，所以佢就唔理我啦。而我亦都见唔到佢嘅人，听唔到佢嘅声音。揾碟仙，碟仙实揾到你阿爹。其实仲有一个人比碟仙更加靠得住嘅。系边个啊？就是衙门的老狐狸，听日在个灵寺上柱香求他帮助，希望他在地府找秋月的阿爹救回春花。你又乱讲什么啊？叫哪个显灵啊？就算是观音菩萨显灵啊，也都没把握救到春花的。那为什么啊？明明是逃镖的人追踪行凶，将秋月他押去尼姑庵，衙门里面的人偏偏怀秋月私闯神坛，破坏了十年来护国佑民的驱邪大法。咁点得噶？逃镖带咗银两去，将啲官差收买咗。咁老狐狸点讲啊？唔通佢系私闯神坛，破坏咗驱邪大法咩？老狐狸已经身亡啦，佢系有口难辩啊！嗰啲官差平时同佢称兄道弟，而家到紧急关头啦，冇一个敢企出嚟讲半句说话嘅。因为每个官差收咗佢三十两，于是乎就出卖咗老狐狸。咁啊，太唔公平啦！事件喺高邮县发生嘅，唔得，我即刻要揾知府大人评过你。等阵。
你虽然讲得有道理，但系秋月嘅来历难以令人信服。打起官司上嚟都离唔开一个后果，就系阴阳转世、荒诞不经、破天还魂、查无实据。如果连衙门都唔理呢件事，咁我哋呢件事包喺我身上，就算追到天国底，我一定要将佢追翻嚟。荒唐！你哋越讲越荒唐啦。为今之计，只有一条路：老葫芦死咗，春花伤咗，嗰个妖尼唔会就此罢休噶。所以阿鼎同秋月唔能够再留喺呢度，快啲揾个地方避开下，等风平浪静之后再商量翻嚟嘅事啦。我想等到过咗六月先再算。点解啊？因为你系怕六月飞霜大凶啊。要嚟嘅，俾佢嚟。我话过，命运系改变唔到，认命啦。你留喺度帮到忙就话啫，但你而家已经系一个凡人啦，我谂帮唔到啲咩嘅。你无谓留喺度白白牺牲啦，你都系走先啦。秋月，其实大哥同大嫂都讲得啱嘅。不如我哋暂时离开呢度。我已经卜过卦，只要我唔离开呢度大门，绝对唔会有事。皇室宗亲九族保佑住我，佢哋唔会俾我受到伤害嘅。